说实在话，特别的喜欢咱们杭州这块风水宝地。对啊，这个前几年呢也来过，2014年，嗯，就是这个剧场，我们哥俩还有这个烧饼张鹤伦，但是那俩呢现在已经不在了，还在人世，还在人世啊，就是没来，这次跟他们没有关系。这次是我们哥俩的这个相声专场，刚才呢也是我们一个好朋友，嗯，今天我们的助演嘉宾。啊，这个词儿还挺洋气，逗哏呢叫孟鹤堂啊，长得也挺好看的，外号叫小冯绍峰，是吧？嗯，长得跟冯绍峰特别像。捧哏呢周九良，外号呢叫小迪丽热巴，这个挺好。今儿过生日，可能是吧？让人俩人赶紧下去休息休息。这场呢，把我们哥俩正式算是更换上来，好多观众对我比较熟悉，我叫郭麒麟啊。哎呦，谢谢。我捧您啊，是，对我的搭档呢，可能知道的就少一点，所以呢，咱就不提了，不提了，人更不认识了啊。说有人认识他吗？有。不，你还有，你看他叫什么名字呀？什么傻蛋？谁说的？哪位这么叫的？哦，我心里话，心里话。一定是说叫老公，你们听？没听说过。你管他叫公公，管他叫这是。这是我的好哥哥，嗯，阎鹤祥，是，对，谢谢他。嗯，这都是你花钱雇的。哎，我呀，谁说的？阎老师好帅，这个都那么说吗？不演了，不演了。哎哎哎、再帅也没有您帅，是不是，各位？甭说这，你知道吗？退票是没戏，知道吧？对，退票是没戏，是吧？他爸已经买了车了，拿你们这钱。对，我的已经都弄出去，没听说过。别瞎闹啊！这个跟我哥在一块表演啊，时间挺长的。哦，到今年已经第五个年头了。嗯，一年大概得说个三四百段，差不多。咱也说了1000多段相声。嗯，啊，反正我哥这个人啊，在舞台上表演，台下的为人都还不错。哎呦，您客气，真的、嗯、你说一个演员说台上表演多好，你说孟鹤堂台上多好多好，这个很常见，嗯，好演员有的是，是，但你说台下人品要好不好找？哦，真的，你看我哥这人，你说台下他这个人品啊，怎么回事？您等会儿提我人品怎么脆上了？刚才吃那个醋鱼塞着牙了，嗯，应该扎死你。那个我人那也行，人叫德艺双馨，行吗？哎，我不敢当。德艺双馨不是说苍井空吗？不是。您和就是您他们两口子吧，反正都没有啊。德艺好吗？没有。德艺，反正好。嗯。德艺俱佳。哎，您客气。哪个都好。嗯。啊，我哥这人真是啊，特别的有艺德。哦。啊，说实在，今天来咱们杭州演出，他也是，能说吗？怎么不能说呀？能说吗？也是，反正。忍着巨大的痛苦，啊，什么巨大痛？我媳妇退役了是怎么着？什么叫巨大痛苦啊？这真宝贝，苍井空吗？我没有，现役还复出呢。嗯，这个他这情况吧，反正就有点病。哦，您说身体不舒服？哎，对对对，嗯，就他有病，知道吗，朋友们？有病，我有病也是你传染的，知道吗？跟我没关系。这个我哥吧。反正你要说搁我，可能我说要身体不舒服，有时候晚上演出请假了。你多娇气啊！不演，我哥没有。哎，再怎么再难受，只要观众为了他来，必须得到现场。那是，必须得表演啊、但是他这病反正也挺严重的，听点说。什么病？都破了相了。什么呀？痔疮。是这个，你们家得痔疮叫破相？对啊，他不完整了呀。不是痔疮。展示一下吗？去你的吧！那得加钱的人啊。你看，杭州的观众是富裕、啊，是花钱看这个，GDP 高啊，GDP 高、啊。我是咽炎，啊，咽炎，对，他是，反正是不是痔疮，不是痔疮、啊，差不多。好，您这前后不分呢，您这。要是江南多才子，你看。去你的！是吧？是什么咽炎上边。对、啊，确实是，当时得完这病吓坏了。嗯，傻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嗯，我劝他吧，你说我能怎么说呢？我说你这活不了几天，我能这么说吗？对不对？我劝哥，你这别往心里去，对不对？
这人活着这吃五杂粮没有不得病的，对不对？再说你这病啊，咽炎，反正哎也是个传统病，也好治啊，好多古人什么也都得过。谁得过？像什么这个李莲英啊，是吧？这个崔玉贵啊，刘瑾啊，魏忠贤啊，郑和、蔡伦、司马迁。别说了，这几位是咽炎啊，这是咽完了发炎，知道吗？这个。我这咽炎是扁桃体，不都是没有啊，切的不是一地方，知道吗？用的力不一样，用的力不一样啊，反正就是咽炎，哎，咽炎。今天上午在咱们杭州找了个医院做了个手术，就扁桃体切了。对对对，做了个手术。当时我问他呢，我说哥，你这个做完手术，你这还能演吗？还给我解宽心呢。你放心吧，我保证给你演好了。别演了就。傻样吧你！我手要这样，这就切错了，知道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不是，反正你当时怎么宽的心我都忘了啊。我坚持演出，我都忘了。反正这个人对这个艺术、对自己的要求特别的高。这是一件好事儿。对，这是好事儿，这是你能做到的。但有些事儿吧，是这个人的能力到不了的。力所不及的，哎，这很正常，很正常。每个人也不是超人，是，对不对？阎鹤祥，反正他这个。自己控制不了的呢，就是自己的脑子。我脑子怎么控制？就是他就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，他可能就是大脑，他得了一种怪病，叫脑仁缺失症。你是不是这个情况？脑仁缺失症，哎哎，脑就是这大脑是空的，就是什么没有，打开天灵盖里头是一碗宋嫂鱼羹，明白吗？就是哎呀，什么都没有。你这个。好吃，你看看，冒脑花，就跟您吃过似的。吃过宋嫂鱼羹，谁没吃过呀？谁呀？啊，谁脑子有毛病？你呀，啊，别胡说八道。你呀，啊，很多观众都不了解啊，不了解。你像我跟他接触时间长，我很清楚他，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我郭麒麟，我从2010年退学开始说相声，到现在就不要乐啊，不要乐，朋友们啊，真的啊，是我2010年退学到现在7年，说了7年相声了，为什么没火？怎么就没人知道我呢？你爸花钱不到位吗？到位了，到位了。这都我爸花钱找的领导呢，你知道吗？这都是领导类动物，都是，你知道吗？你怎么不明白这情况呢？您没火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拖我后腿呀，啊！我多的拖您后腿了，我知道吗？你本来腿就短，我哪儿拖你腿去？那一方面了，你知道吧？重要在哪儿？你不知道自省呢？你我自省什么呀？那是自己的问题。我没问题，我啊，你说我爸给我铺了多少路啊？给我帮了多少忙啊？为什么好多人在网上说郭麒麟死捧不红？就是那么回事儿呗，那就对不对？他捧我什么了？他是啊，他没死呢，就是是啊，快了，没听说过。不是，你说上这么多节目，怎么没有一个有声音的呢？石沉大海。对不对？还真是这样，是不是？演上好多综艺，大伙都看过吧？是吧？光咱们浙江台的，我就去了不少吧？都去过什么呀？浙江台的，啊，你算算，是吧？你高能男人，啊，镜头都没有，是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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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物介绍也没有，无所谓了，给钱了嘛，对吧？这个时代囧途啊，这个是是吧？是吧？这对吧？你看什么喜剧总动员？哎呦！哎，王牌，你看，王牌对王牌，啊，哎，行不行？就上那么多节目啊，上那么多节目，怎么没有我？怎么没火呀，啊？那我哪知道？您问他们去啊？怎么没火呀，啊？啊，你就说喜剧人啊，欢乐喜剧人。哎，这我跟您参加了，都看过这节目吧？啊，对不对？第二季人岳云鹏为什么拿第一啊？我是我爸亲生的吗？舍得给岳云鹏花钱，不舍得给我花钱。我以为你知道这个真相。我踹死你了！要是于谦捧您，早红了就。那我应该唱摇滚去，现在知道吧？赶紧吧！行了行了，说你的问题，你怎么一点你没羞没臊啊？你不提喜剧人吗？喜剧人咱表现没问题啊。提喜剧人我就来气啊！哎。没有你拖我后腿，我到最后那名次能那样吗？咱也最后一名了，咱还哪样咱了？赖你呀，赖你呀！赖我最后一名是吧？对呀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没有你，我拿名次了，就你拖我后腿。
不是，您跟观众说说哪儿我拖您后腿了？您有根据？这不能瞎说，咱都跟人签保密协议了，人里头节目内幕能说吗？你这怎么不能说？你爱听不爱听？对，咱这行有什么保密协议啊？哎，你这说话的，说相声都臭不要脸是怎么着？这倒是啊，就捧哏演员臭不要脸。哦，这反正这事儿也过去很长时间了，可以提起没关系，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。尤其是来到咱们杭州是吧？这么多好朋友，我也相信大伙肯定不往外传。哎，对，这个你们乐什么呀？对自己这么没有信心吗？听完就得传去啊！咱们这儿嘴都严啊！别都别传，什么人都是，又给相机砸了，我告诉你。是这样的，其实很多节目吧，都有它所谓的内幕，都有。真的啊，这个当时喜剧人也是，啊，说实在的，因为我们每一个演员都拿自己的作品就看作是自己的孩子一样。哦哦，虽然说跟他有一个孩子，我很丢人，啊，但是这没有，都是你强迫我的，你滚。没关系，就是性质到了，我们。就是创作呀，创作的呀，嗯，源泉呀，灵感呀，诗性啊，我就一下就出来了。一时冲动啊，没有。你少来，我有点怕你。嗯，这个这么多节目，说是真的，我们演了12期，每一段这个相声啊，我们都是用心的再去表演创作。到最后，你说拿这么一个名次吧，心里确实也挺不好受的啊。是，当时反正我就记得最后一期的时候啊。那个导演还特地上我们那屋找我们来了，啊，说你服务不到位，啊，对，没听说过，啊，不是，导演就找我们来了啊，就说这个今天呀是咱们这一季的总决赛，嗯，啊，这个台里呢对这个事儿特别的重视，啊，到时候咱们这个台领导呢可能也会莅临现场，哦，哎，要指导要看一看，嗯，观摩，啊，完了你们几个人呢好好表演。啊，最重要的是领导来的时候你们几个喜剧人门口排队列队欢迎，一定记住了啊。然后呢我让你们鼓掌你们就鼓掌，我要不让你们鼓掌你们就别鼓掌，一定听话，领导高兴了我告诉你最后名次什么的都好说啊，领导要不高兴你们看着呢啊，最后影响到拿冠军你们自己琢磨去吧。我这么严重？导演说完话走了，没一会儿人领导来了，嗯，车开到门口，我们几个喜剧人都接到信儿都下去了，嗯，门口列队欢迎吧，我们哥俩什么那个张小斐啊、常远啊、文松啊、小峰啊，我们都过门口都站好了，人家导演跟这儿鼓掌，我们几个人你庆祝嘛，对吧？领导鼓掌，领导下车也高兴啊，喜剧人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，人导演这儿停，大伙儿都停了，领导还这儿啊，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，严克祥冲上去给人一大嘴巴，你不想拿冠军了你？我中午那盒饭都给我免了，你看，就因为这个，到最后没拿了冠军。净瞎编啊，没有这事儿。你说我陪那导演一宿，那都白了。过去了。那可不都过去了吗？那怎么办呢？没有这事儿，您老瞎说，谁脑子有毛病？怎么？哎，你这人这就没劲了。什么有劲啊？我这讲事实讲道理，我把这个事实依据说在这儿。哪有事实啊？这还不是事实了？根本没有。哥，你这人你怎么这么犟啊你？傻不是你的问题，你要是不承认自己傻就有问题了，你知道吧？我明明就不傻嘛，你干嘛说我傻呀？你不傻？对呀，啊，非臭不要脸是不是？谁臭你才臭不要脸呢？好，这样，我呀不给你留脸了，好吗？嗯，朋友不给你留脸了啊！来啊，就在这儿，嗯，在杭州，嗯，当然各位父老，我落落你面子，行不行？落落面？哎哎，我出几道题啊，考一考你。你不说你不傻吗？可以，你能答上来你就不傻。来来来啊，好不好？来，我看你初中毕业，你能考出什么来了？你谁说我初中毕业了？真是的，没参加中考，真是的。你啊啊，我也不考太难的，嗯啊，不考太像什么微积分什么的，说你也不会。嘿，好，微积分的，啊，你也不会。就指不定谁给你念叨的，这是。你也不会，你也不还能知道这仨字就不易，我跟你说。嗯，考你简单的吧，嗯，好吧，简单的，测验智力，咱们来一个脑弯急转筋，好吧，来一个。你看这嘴里有袜子是吗？脑筋急转弯，啊，脑筋急转弯，来来来，好不好？啊，开始了啊，挺好，这是一道逻辑分析题，嗯，每一句话都是很重要的条件，啊，好吧，嗯，来啊，说呀，从遥远的天边
飞来了一对雄鹰。哦，老鹰。哎，一对雄鹰从远处飞过。嗯。时而排成人形，时而排成一形，在远处。您这是雄鹰啊，这是大雁呢，这个。这雄鹰有一对一对飞的吗？这个。关系有就有就有。嗯。重要条件，这是我重要条件。哦，这雄鹰上众筹来了，这个。哎。一对雄鹰，嗯，突然间，哦，在地上，嗯，有一个精明的猎人，他手持着一把猎枪，嗯，瞄准了天上一只雄鹰，扣动扳机，啪，发射了一颗子弹，嗯，打在这个鹰的身上，但是这只鹰却没有掉下来 ，why？ 那就是打得不严重呗 ，no， 打得非常的严重。打得非常严重，当时那个血拳飙起来得有十米多高，打得很严重，那这太严重，啪一下就打，还没掉下来，没怎么没掉下来呢？那我还真不知道，不知道啊？知道自己脑子有问题了吗？您告诉我，告诉你记住了啊。说飞过来一对雄鹰，嗯，有一个精明的猎人瞄准其中一只，啪打了一枪，这个鹰却没有掉下来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啊，为什么呀？因为它是一只。坚强的鹰，承让，就这你们还鼓掌呢？还，你看一下，谁是脑仁缺失症啊？怎么？哎，怎么？这你还敢出吗？你还敢猜吗？你敢出我就敢猜，你敢猜我就敢出。来，臭不要脸的你啊！一对雄鹰，嗯，又飞过来了，还是个精明的猎人，手持一杆猎枪，啪，又打了一枪。为什么这只鹰也没有掉下来？你拿我当傻子是吗？它是一只坚强的鹰，不对，那是因为他身前的那只鹰回过头对他说：“兄弟，要坚强。”你还敢说吗？我要打十个！来来来，你还敢猜吗？敢说敢猜，敢猜我敢说。来呀！有一对雄鹰啊，有一个精明的猎人掏出枪，啪，打了一枪。他为什么没掉下来？两个原因：第一个，他是一只坚强的鹰；第二个，别人的鹰跟他说：“兄弟，要坚强。”全不对，那是这回没打着。这这什么？这是脑弯急转筋吗？这个？脑筋急转，你觉得对吧？脑筋急转弯，你的要这题我也会出，不可能，像话吗？你这玩意儿，你这我也会出，来，我听，来，我听。你现在啊，嗯，你现在你问我，你问我你是企鹅吗？你问我，这人就是脑仁缺失症，您啊。他今年36了，站台上你问我你是企，你问我，你问完我你就脑仁缺失症，来，你问我。你问我你是企鹅吗？我可爱的回答你。你爱着回答，还可爱是吧？好，嗯，你是企鹅吗？我是企鹅。你问我你是长颈鹿吗？你是长颈鹿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是企鹅了，我说。我这么肯定，我告诉我是企鹅。他问我你是长颈鹿吗？你这搁过去都弄死都得，我跟你说，你知道吗？你是不是你有病？这比你那坚强的鹰强多了，知道吗？我那多好那个。行了，你别做动作。面部表情。什么玩意儿？就这是吧？对了，有来是。你来呀、啊！有来就来一个吧。嗯，可以来一个吧。嗯，我来出一个啊，听这个，我想想啊。哎，哥，这是一道常识题。常识题，请问啊、嗯，你见过王八摇头吗？没有啊。你们多幸运，你们刚刚见到。你见过王八摇头啊？就这个是吧？王八是吧？我也出一关于王八的题，来啊，听这个啊，说呀，有一个鱼缸，这鱼缸里边装着一升水，鱼缸里边养着一只王八，还有一只金鱼。头天晚上你把这个鱼缸放在冰箱里边，是冷藏室可不是冷冻室。第二天早上8点把这鱼缸拿出来，坏了，只剩这只王八，没有那只金鱼了。你说这个怎么回事？
让王八吃了呗。没有，王八没吃的金鱼。别的人没有？没有，冰箱里、地上哪儿都没有。那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吧？不知道。那只王八也纳闷呢。王八还琢磨呢，让我吃了没有？当然是选择原谅他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像话吗？您这都像话？你脑子有病啊！你去你的吧！脑子有更球，你这人。行，咱能说个好的吗？说一好的。咱能说？你这叫什么玩意儿？你说说。我出一好的是吧？废话。真要考智力、考学问，咱们来成语接龙怎么样？什么意思？成语接龙，我现场找一个字儿、您顺这字儿往下走，成语接龙，自头咬自尾，最后有一个要求，要绕到咱们这个巡演的主题“少帅出征”上，您敢不敢？嘿，这有什么不敢的？来呀！你问我的指导老师啊！你让指导老师，好家伙，谁呀？我这学问你随便找去。你上我们初中，你看看你找着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说都说我好。哎，咱来一回。我脑子快极了。来一回啊！真的 IQ 30多分呢，我这。现场找一个字啊！咱就找这个德云社的德。德。哎，这缺德的德，您来这个。这缺能是缺德的德吗？不是缺德德、德德有德的德啊，有德啊、哎、德啊，成语接龙，绕到少帅出征，德是吧？啊，看咱发挥啊。嗯，德，看我这个学历，看我这水平啊。德。还没说就好了，这一个大文人，你一直大文人，你看都能听出好来。德高望重。哦，重任在肩，坚定不移，以老以少，少帅出征。你瞧，哎，这个小鬼，小什么鬼？怎么样？观众难以信服啊！咱们一块来的，我一说这个，人观众以为咱事先设计好的。对呀、真说有能耐。咱要现场观众找一字儿怎么样，各位？哎，哪位有学问？啊？鸡。哎，这好，他说鸡。你指我干什么？我没指你啊。人说鸡，鸡可以。人说有鸡，鸡，鸡，鸡是吧？嗯。鸡鸡复鸡鸡。就两个鸡鸡啊，这不能算，就一个。行，没有把自个儿刨出去的，来，哎呦，不是什么这个鸡鸡腹肌，这不还是鸡吗？这个说着玩儿啊，来，说玩儿，真往心里去了，鸡鸡。行，真是来鸡是吧？这什么观众，这都是鸡是吧？鸡鸡不离西，鸡行行，这不行。这什么异形啊？您不是这打麻将一个术语，鸡就是你打完妖鸡之后，马上就得再摸着一个西，啊，快说一遍，说鸡犬不宁，啊，宁眉瞪眼，哦，眼想到一块儿去了，眼，眼冒金星，你看，不要，为了显示我的学问，我用这个词儿。眼冒金星，星，金星，金星，好啊，星，星星点灯，照亮我的家门。没有啊，没有灯啊，没有门啊，星星点灯也算是吧？星星点灯啊，问你看看啊，灯，我就知道阿里巴巴在这，微软也在这，没有英特尔的广告是吧？灯是吧？登峰造极，哦，极，极，咱谐音不行啊，谐音不行。呵，宝贝儿太棒了。什么？说的什么？我没听见啊。什么呀？你没听见？我没听见。宝贝儿问你是傻？没有，什么？那个是吉祥如意。啊，这挺好。吉祥如意。哦，意意意。
好，那不是一老一少的，不是一老一少，这是吧？一老一少说是我们俩，没有，我是那老，嗯，意是吧？嗯，意见领袖，行吧？星星点灯都算了，是吧？这意见领袖比那个像个成语，你知道吧？意见领袖，哎，意见领袖，嗯，袖袖啊，袖手旁观，观观关灯睡觉。你这还是说跟导演的事儿、啊、叫叫叫我起床，我说够快的啊、我省略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哦啊，床有点短。他说你们家不应该觉得床短、啊、我横着睡，你快饶你、啊、短短短兵相接，接接二连三，三三老四少，少帅出征。这里边老有三老四少呢，这一老一少，三老四少。这个不行，这刚才那就那孩子都是你的雇来的，我跟你说，那不是你大舅吗？那个去你！还有没有观众再找一字？啊？什么？杭哦，你看杭州的杭，杭来。杭，嗯，好，好，你要说杭椒牛柳，我抽死你啊！哦，你想说了，哦，对不起啊。杭啊，杭，杭啊，杭。你这还不如杭椒牛柳呢。多可爱，杭州剧院，这什么词儿啊？倒也不是不行啊。嗯，杭州好美。美美，嗯，美女无数，哦，树树大招风，风风雨欲来，来来之能战，战战之能胜，胜胜利锣鼓，鼓鼓往今来，还是来呀、啊、来来、啊、来来多了去了，来来龙去脉，脉脉主求荣，荣荣马一生，生生老病死，死死去活，还是来呀、啊、来啊，来来来者不善，善完了，您这个来不出来了，来我来来得出来啊、来来来啊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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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快活啊，反正有大把时光光，哎，这也算光光光怪陆离，离梨花带雨，雨与众不同，同同舟共济，济济往开，拜拜，哎，别回来，来呀，反正有大把时光，来，哎，好好好，来啊、嗯、来，我来是吧，来呀，我多大学问，不信了，我来的，我把我绕住了，找不出来，不可能，来来啊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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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不易，易意气风发，发发扬光大，大大吉之兆，兆兆猫画虎，虎虎背熊腰，腰腰五喝六，六六亲不认，认认祖归宗，宗宗影皆无，无无穷无尽，尽进退两难，难男女老少，少少帅出征，找上了。